开观众场被观众搞啊，他一定不会进攻的、啊、你看他完全不进攻啊，我就知道啊，我就知道啊，他完全不进攻啊，我错啦，我错啦，我不该开观众场啦，我错啦，我错啦，我错啦，我跟你道歉啦，皮卡丘，我跟你道歉啦，不要再吃啦，皮卡丘，我错啦，我错啦，你好棒，你好棒啊，你波棒啊，你考试都考100分啊，撒尿牛丸都你家做的啊，你好棒啊，皮卡丘。喂，干内奸呐！这个内奸演得太明显了，哇，直接搞哎、欸！这个皮卡丘，天呐！哎，干我以后看到他把 ID 禁止哦，700了，再200就可以古月鸟一场了，300古月鸟两场，500古月鸟两场打野。我跟你讲啦，我这个人啊，怎么样呢？哦。是这个恩将仇报的啦，哦！你虽然刚刚啊吃我的，但是我来这里帮你。哇，他很故意，他故意这边回城，他不投球，哎，天哪！我开观众场被观众搞啊！他一定不会进攻的，你看他完全不进攻啊，我就知道啊，我就知道啊，他完全不进攻啊！上啊，我们三打一啊，兄弟啊！啊，算了啦，赶着皮卡丘。皮卡丘在防御野了吗？他要走进去了吗？他走进去了，各位，他走进去了，他走进去了，他想吃掉我的野怪啊！天哪，各位，我是不可能让他反倒的。皮卡丘，再练练了啊！绕赛啦，绕赛啦，绕赛啦，各位，号外号外，绕赛啦！我错啦，我错啦，我不该开观众场啦，我错啦。我错啦，我错啦，我跟你道歉啦，皮卡丘，我跟你道歉啦，不要再吃啦，皮卡丘，我错啦，我错啦，你好棒，你好棒啊，你波棒啊，你考试都考100分啊，撒尿牛丸都你家做的、啊，你好棒啊，皮卡丘，你真的很棒啊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我们一起杀人家怎么样？哇，我死了。绕赛，干皮卡丘也去死了、啊。是啊，哇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我错啦，不要再走到我野区啦，我错啦，我跟你道歉啦，我跟你道歉啦，我错啦，不要再来我野区啦，操熊阿健啊，再来啊，啊啊啊，没野可以吃了吧，操熊阿健啊，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 ID 我直接给你封锁啊，操熊阿皮卡丘，啊，很爽嘛，啊。啊！给谁？呜！哎哎，下来帮忙啊！上路的，啊，上路的，啊，下来帮个忙吧！你说好不好啊？我一定要抓死这个、啊、傻后排啊！我闪用牌，我直接杀掉啊！我再抓这个路卡利欧啊！我再抓，我全部抓烂了、啊！哇、哦，还有一个呆，还有一个喵花，哎，他是阳光烈焰流的、啊，要小心啊，各位！他阳光烈焰流啊，他可能会抢掉啊！我天哪，我快死了！我先回去吃个补啊！哎，小心阳光烈焰流啊，他可能会直接瞄准哦，他会瞄哦！完了，是不是真的被吃掉了？哇，好险没被吃掉！哇，路卡利又来杀人啦、啊！他带的是近身战流啊，我先拉一下。又是阳光烈焰想要扫过来了，吓死了！哎、欸，别搞啊，上路！哎、欸，皮卡丘，皮卡丘杀他！皮卡丘，皮卡丘追出去杀他！皮卡丘，皮卡丘，拜托你啊，你去杀他，他可以被你杀掉的、啊，皮卡丘，全村最后的希望啊，皮卡丘。哎、欸，别搞啊，别搞啊！哎、欸，皮卡丘，我血比你残啊！皮卡丘，有没有道义啊？道义有道啊！是不是要老子罚抄3遍啊？皮卡丘，
哎哎，下路开打喽！哎、欸，他丢了一个大招，哎呀，好像可以打，好像可以投球。你们去打你们的啊，我投球投我的。哎呀，可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皮卡丘，你的上路要爆了，皮卡丘，皮卡丘啊！哎、欸，皮卡丘不要只会反野啊！皮卡丘，我们一起合力干他怎么样？来啦，皮卡丘，好不好？皮卡丘，我们一起干他啦！哦，阳光烈焰，皮卡丘，我不好意思啦，我24颗啦，我不好意思啦，我本来要给你投的、啊，你不要生气啊，皮卡丘，我没看到你36颗啊，我刚刚要给你投的、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不要再防我野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皮卡丘，皮卡丘啊，要不要来打一下下路暴士龟啊，皮卡丘？啊，皮卡丘不要挂机啊！对不起啊，我跟你道歉啊，你不要挂机，你动一下。哎，皮卡丘啊，不要我叫你动一下你就动一下，太可爱了。哎，他们有大招啊！哇，阳光烈焰又杀过来了，好可怕。哎，皮卡丘，来一下下路啊！皮卡丘，下路已经水深火辣了。皮卡丘，皮卡丘啊，我觉得哇，他怎么又有大？我天哪！啊，烦死了，我先避难一下。这喷火龙整天开大，有点鬼啊！我可能要杀他一波啦。哦，是，哦，抓后排啊！阳光烈焰，你还敢吐阳光烈焰啊？哎哎，呆河马，呆河马别走啊！呆河马，哇，杀掉了！啊！我吐了，我不该走这里的。哇！我吐了啊！算了，送我回家吧。哎、欸，皮卡丘，快跑啊！皮卡丘，哇！皮卡丘死了。哎、欸，皮卡丘啊，有没有在开鱼呢？皮卡丘。有的话摇个尾巴两下，抖一下吧，皮卡丘。哇，2分钟啦！皮卡丘，你13等了，你有大啦，不要再吃啦，我没大，把东西让给我吧，不要再烦我野啦，皮卡丘杀他，他是你的宿敌啊，他是你最终的宿敌啊，皮卡丘去杀那只闪电王牌啊！啊！我没大了，我没大了，我完了，我这一波是没大的。嗯，对方有大耶，怎么办呢？抓到吗？他先抓了，我最后再进场吧，我看一下状况再进场吧。我这一波是没大的，我绕一下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们路卡雷欧怎么在很远的地方？哎呦，可以哦。哎、欸，哇，哇，他等那么久就是为了抓我啊！他整场没开大就是为了抓我，哎、欸，很有料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皮卡丘，皮卡丘你要拯救世界啊！皮卡丘靠你啦，别死啊！皮卡丘小心他阳光烈焰啊！皮卡丘扭一下哦，皮卡丘扭一下，他阳光烈焰要来啦，他死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波我大我有大，别怕别怕，别怕别怕啊，别怕别怕。啊啊 ！shit！ 哇，踢死了，还行吗？喷火龙，操作一下，操作一下，喷火龙，碎了！哎哎哎，不要打鸟啊！不要打鸟，会被阳光烈焰抢走！哦呀，好险，好险！哦，好险呐、啊！碎了，喷火龙，比皮卡丘有用多啦！喷火龙，赞的啦！碎了，皮卡丘快去投啊！对啦，太赞啦，太赞啦！刚刚要先等队友吧？没有啊，我在想说我要直接干死那闪电王牌，后排一堆堆啊，我哪知道闪电王居然大招也没缴，那肯定是可以开干的、啊。你刚刚抖170留个位置给我进房间，叫古月鸟带我飞，戏子。哦，妈，进房间妈，古月鸟带我飞一场。没有啦，200块超一场啦，你再补个30块啦。
欸，对啦，我要检举这皮卡，我要封锁这皮卡丘啊！皮卡丘掰了。